你已经是学，咱准备出去，等下爱互遐记者感觉讲，咱是无拄好去对，好，知无？嗯。哎，恁哪会来？阮是来探访江董的啦。是啊，这位啊，这两位是，一位是朱先生，一位是郑先生。 因是网络媒体的记者，今日其实伊嘛要来参加动土典礼了。安尼哦，是啊，歹势啊，两位记者先生，啊，唔知影今日有熊熊落雨，啊，临时我阁有足重要的代志，所以动土典礼才会取消。啊，互恁白走即逝，我真正阁对你哦感觉足失礼。江董啊，千万莫安尼讲啊，阮就是知影讲你受伤，甲特别过来甲你关心啊。 是啊，江董，看你的面就严重诶。哎呀，好啦，其实无虾米啦，是我这个大姓的查某囝有烦恼啊，才坚持爱我来遮吼，病院检查一下。拄则医生讲啊，这是皮肤伤，阮嘛准备要办出院啦。麻烦你才询问的彩虹，是安怎你的受伤？有传闻说跟天虹受害投资人自救委员会无关系，敢真正是因甲你拍着伤？莫讲问啊，好不好？歹势，莫讲问啊，歹势，我们不是。 啊，这种算来啊，起码是什么情形啊？这两位记者，唔知哦，是不是都会来消息，知影阮爸爸拍着伤啊，所以哦，伊用红走来讲要彩虹，所以阮嘛唔知会变到安尼。这人若是爱出名啊，该准备一寡吼，互媒体有兴趣的标题。安尼，我即马就好好想看卖，我要提供什么款的资料，去互。 这个江有理啊，竟然想要用苦肉计，得到媒体同情，我绝对袂当互伊成功。啊，两位记者朋友，啊，阿仔，阮当初即马无需要采访，干脆麻烦你请你回啊。诶，这副董，你知影是虾米人动手的吗？哎呀，这一切拢是误会，阮当初对哦，是无说伊家己受伤诶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 拢误会，误会无代志，无代，请你等，明仔叫这个白人拢误会啦，真正无代志。我明仔做做着诶，伊无想要甲自救会会长，我们就去。你看，我不是甲你讲，我要讲出来啦。所以讲，拍人诶是自救会会长。有新闻啊！不是，不是，干嘛？我真要，系啊系啊。我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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